แต่ว่าเป็นการสวดชีพที่ไม่ได้เป็นการสร้างกำไรมากมายแต่เป็นการลักษณะของการบำบัดเราไม่ได้追求的不是追求利润啊不是为了赚钱的แล้วก็เนื้อที่ของเราทั้งหมดเนี่ยนะครับจำนวน32ไร่นะครับมีอาคารที่ใช้ใน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กิจกรรมทั้งหมดประมาณ19อาคาร我们这个敬老院一共有19栋楼。ผู้สูงอายุปัจจุบัน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ครับมีอยู่ประมาณ90กว่าท่านนะครับ现在我们敬老院一共有90多名老。โดยเป็นชาย1ส่วนแล้วก็เป็นหญิง3ส่วน。他们的男女比例啊是3比1。 经过我们这一次的实地养老院的调查了解，我们知道这个养老院呢有93名老人，然后其中有25名老人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当中，我们也经老人允许，然后拍摄了一段他唱歌的视频。这个视频呢，我们其实就是他唱歌的视频，我们没有听懂他唱的，但是后来经过 找泰国同学的了解，我们得知他那个大概的意思就是他想家了。然后呢，所以我们组就认为，其实我们对老人的关心不应只停留在对于物质的给予这些方面，而是应该对他的生活的细微更加的
多加照顾和多加陪伴，所以让我们一起就从身边的老人做起，一起陪伴他们，然后让他们快乐的过完余生。首先我们跟随老师来到了养老院的食堂大厅，听老师讲了一些需要遵守的规则，以及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说了一些老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一些人需要每天起来捡树叶来达到日常的运动量，然后他们的三餐会有配套的营养餐及水果，周边走廊等硬件设施都是非常符合老年人的生活需要的。然后我们听从分配一起打扫了卫生，和一些老人进行了交流，我感受到老年人其实最需要的是心理需求，需要一个倾听者，年轻人也应该多去照顾老人的感受，多与他们联系。去了老人院之后呢，我就发现了随着现在社会的进步，然后现在社会也步入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现象，社会对老人越来越关注，然后在生活上也给予了老人更多的帮助，使老人在生活上更加的便利，同时也充实了老人的生活，也使老人的生活更加的美好。我们去养老院的时候发现敬老院里有一个比较大的院子，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运动器材，然后应该是比较方便老人们平时的锻炼，然后为他们的健康考虑。然后通过泰国同学的就是翻译，我们了解到很多老人过去的一些经历，大多数住在养老院一楼的老人都是身体不太方便的，住在二楼的老人呢，可能是身体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健康一点。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从童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的生与死过程，我们还处在青年阶段，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继续下去，我们想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好的主意。也许当我们完成人生的旅程应该休息的时候，我们会像养老院的老人一样快乐。经过这次去养老院的实地参观了解以后，还有跟老人们的聊天，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些老人家他的心理需求还有精神上的需求还是可以满足的，但是还有一大部分的老年人他们通常都会产生失落感、无用感和自卑感、疏离感、怀疑感等。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要帮助老年人改善他们的现生活需求。我们可以多和他们聊天，通过聊天或做一些老年人所可以做到的运动来帮助他们舒缓这些情绪等。